朝台湾的机会在人才。我们的同业人才，多数情况下他都是软体人才，除了逻辑思考，包含他的沟通、创造力、同理心。AI 其实它是一个通称，在数学、统计、逻辑，还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跟人家合作。周六晚间8点，T 观点。